家来到万里长城过新年，是全家出游的好地方。这边呢，可以看看五千年的历史，把中国大陆的长城浓缩在我们这个白河的万里长城。欢迎大家全部来这边走村呢、啊，一个是 IG 打卡的好地方。这边呢有英雄关、山海关、烽火台，还有玉门关。现在又增加一个台湾古城啊、哦，里面有一些很多拍照的好地方，而且三代同堂啊，有些走不动啊，可以到下面看我们的歌舞秀表演啊、哦，千手观音表演啊、哦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来这边旅游度假。新春就到台湾万里长城，南下北上都非常方便，从白河交流道下来五分钟就到啊、哦，就导航呢就搜寻白河万里长城就可以到。
们的林董也是非常的用心，打造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好地方。那看完千手观音，等一下拍完照之后，我们的左边有那个乌骨粉、亚麻籽跟芝麻粉之类的，都是免费试喝。